实力演员邓伦。2021年，他出演了献礼剧《理想照耀中国》中坚毅不拔、无私奉献的吴祖泰，为祖国的红旗鞠功臣，奉献终身。他将自己的全身心交付于夜旅人中的爱国律师沈清让，为家国太平奔走于飘摇乱世，点燃暗夜中的星星之火。作为演员，他不断打磨演技，坚持突破，也在不断探索的过程当中丰富自己对于演员的定义与理解。得，又来一位帅气逼人的男人，来吧，来我的元宇宙，尽情释放你的魅力，让我来看看你的魅力到底有多强大呀。没错，凭借你聪明的脑袋瓜，知道我们还有第二个拍照点，请进入我的元宇宙。